只喜欢看浪漫画面。啊！起来是一切。我告诉所有的网友，浪漫你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假的。浪漫根本不存在。啊，没事。不要看价钱。蛮贵的。你花这个钱的时候，我觉得心痛一下。完全没有，我只说我要戒指，然后付钱走人。我猜应该是戒指。哎呀，我自己讲出来了。你怎么说溜嘴啊？年轻人终究是年轻。有史以来最浪漫，酷炫给柔柔的20岁生日惊喜。我要出门了。等一下啦。拜拜。等一下呗，我是太好了，宝宝，等一下。就这样吧。好呀，等我啦。你自己过生日吧。好烦啊。因为我原本想要拍去住平价旅馆，然后 Google 最低，但是他感觉会很失望，所以我只能要强迫自己耍浪漫。我要想办法让自己变成一个浪漫的双鱼玩熊。这通常结婚才会来住哎。哇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。布置在这边可以。等一下联络了气球布置公司，是很专业的，因为我等一下中间赶去开会，然后就会请同事先协助一下。不错，人生第一次住大旅，体验一下这种奢侈浪漫的生活。反正一定要让女生出其不意。啊，她非常努力的为自己买了一个范克雅宝的项链，她一定想不到我会再送她一个不一样颜色的。她有说过黑色她很喜欢。那我原本想要买更贵的东西给她，但是怕网友觉得怎么年纪小小送那么贵的。那其实我女朋友我想买什么送，为什么要在意她的眼光？对不对？很有趣，常常人会反复。哎，红色跟黑色，哇，好难选哦。选黑色。那你里面不错，我帮你拿一个新的。好啊，黑色了，来猜一下黑色的还会不会喜欢？好了，现在刚吃完饭回来，柔柔还在跟姐妹聚餐。我们来看一下 KNJ Store 做的。真的有 sense 哎，而且竟然想不到是一群男生，男生心思竟然比女生还细腻。他就是说，我可不可以就是帮忙通一个气球这样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就是、欸、那个机器呢？我想要做一下，不然好像都让你们做，我有点拍谁？来了来了。对对对，我这要放开头，这整间气球全部都我弄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谁是最贴心的男朋友？就是我。女生看到全部高潮。他们团队非常非常专业，给他们个掌声。KNJ 他的 FB 跟 IG 我们去追踪一下，如果你们是那个派对要办活动或者是要给女朋友惊喜的话，可以找他们，我觉得非常的经济实惠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有质感啊！你看全部都我弄的这样。没有了，期待一下。嗨，刚刚跟姐妹聚餐了。对啊，好像很开心啊。还不错。我要20岁了。刚刚许愿吗？有啊，我的愿望里面有你哦。哦，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。我的愿望里面有你。哦，好哟。怎么了？你很敷衍。很棒啊。你没有亲我。好。都不会拍亲亲，为什么我要拍亲亲？好了，那、啊、我们要去做我们的企划了。住那个有蟑螂的饭店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好，那、啊、我们就。Go go， 冲呀！刚刚限动有个朋友胸部很大，那是谁？你想怎样？我们现在要去那个评分最低饭店。哎、欸，我很怕撞到。我撞到了啦！哎、欸，你走路正常走啦，我看得到，不要偷看啊！我看不到，我真的看不到。准备好了吗？评价最低的酒店。怎么跑到右边？这是 W 吗？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因为我们之前有去看展，不是就在这里看。你好强啊！而我没住过 W， 但是我都拿掉。你不是要去最烂饭店？对啊。那你怎么来的？体验一下，我们住住看，然后再进去啊。你们敲门。不好意思打扰。好。
头发。是什么？花，油花花。哎，我不能再讲一次油花花，不要讲油花花了，贝们。哇，好漂亮哦！通常很浪漫的说生日快乐，我的宝贝。但我觉得这样讲话好恶心。生日快乐、哦。谢谢。我最有情绪的状态就是这样。怎么了？就这样就好了，不错吧？爱你。上面你的皇冠呢？皇冠呢？这个气球全部都是我打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然我今天不是一早就说我要出门了。真的假的？太用心了吧？这个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啊。哇，这是重的哎。我送你生日礼物，赶快打开啊！干嘛那么凶？快点开开，笑开心做结尾。这不会是什么吓人的东西吧？怎么了？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你干嘛？怎么啦？对啊。那你等一下会不会说，你等一下去跟你刚刚遇到的大奶妹？可是我送你礼物准备这么好，我可以去酒店玩吧？不要太这样，太大家会很露吗？刚好就好，你坐好，保持距离。现在在工作，没有啊。来，你坐好，坐好。来，接下来这个气球机关，把它放在地上。等一下把那解开就好了。哇，不错，好漂亮哦。不错吧？很美吧？好美。很赞哦。你好敷哦。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过？没有这些也可以很开心。对啊，就算没有这些，我只要你在我旁边，我就很开心。但其实平凡的吃一顿饭，就是最幸福的事。开心的源头不是物质，是内心深处。我知道啊。但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认知，所以喜欢看这些虚假的东西，好像觉得看这些很爽。但就只是一个心意呀。但是你就算今天没有用这个心意，我还是会。一样很爱你，我知道啊。我只要你陪我一起过生日，我就很开心。大家都只喜欢看浪漫画面，才是一切。我告诉所有的网友，浪漫你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假的，浪漫根本不存在。好，没事。刚天亮很漂亮。好啦，早安啊。check in 的时候刚好遇到我朋友。就刚好他们补过生日，所以住这边两天，刚好有机会早餐可以跟三位美女一起吃，果然很符合我频道调性，喜欢。来介绍一下对面两位，一位是跟培根拍过片的宝宝，嗨；另一位是米乐乐乐，嗨。再来，我们来聚在这边，发了一下，很辛苦，我们出来玩还是要拍片，还是这样。松露用料很好，超松露的，然后它的薯饼也非常好吃。我们的美女朋友要回房间睡觉了，拜拜拜拜，生日快乐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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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说不用担心啊，我跟女生朋友吃饭，我也是都愿意带你一起来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我眼里只有你的状况下，我可以跟别人吃饭吧。W Hotel 的这个早上阳光特别好，你敢相信吗？7:52，我们来这边吃早餐，还可以跟另外两个辣妹，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吃早餐，好棒！天伦之乐，我不只想跟你睡觉，我还想跟你一起吃早餐。我们大部分去吃早餐的时候都失败，因为真的太爱赖床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没有睡觉的状况下下来吃早餐。大家早安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耶！生日快乐！耶！怎么了？今天是7月17日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东西，觅食。早上早餐吃的人太多，我们就想说吃个简单的东西。我们要去吃老牌章猪脚。他就跟他讲说，哎，这家真的很好吃。他就看了一下画面，他就觉得那些东西都看起来很厉害，他就说这家还可以。所以现在大家去吃猪脚，耶！吃他最讨厌的东西。你要去吃猪脚嘞？体验看看。昨天我看到那个房间很开心，结果他就打一个。没关系，但还是很棒啊，耶！谢谢你。超赞的。我的生日愿望，请
中一个就是希望他可以来吃猪脚。这么硬啊！好，吐了不关我的事哦，吐了就是你的生日礼物。你看这样一餐210，超便宜的，好划算哦！我跟你说啦，瘦的肉我敢吃，肥的我会吐，我来吃一下，到底有没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吃？你要给大家看一下长怎样？瘦的，瘦的。它上面有一点点肥肉，这种你可以吗？你确定？你不要听懂，有点。我到底都不要肥，跟不要骨头。但是很好吃的，是的吗？很好吃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我其实最期待是它的卤蛋了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吃卤蛋的，感受一下。好吃吗？很爽哎！超越超赞的，我第一名。高丽菜真的很厉害。我要吃猪脚了。好。为了你吃猪脚。你就瘦了。猪脚瘦肉，来，我要吃哦，真爱的表现。很好吃。怎么啦？超瘦的肉，跟我说要吃猪脚，肯定要整只猪脚不行啊！住大同区的人好幸福，这很好吃哎，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，最后一站我们要来到了这个按摩，楼楼他从来没有按过摩，你敢相信吗？那来到这一间是朋友推荐，也觉得评价不错的闺蜜花园，那里面有指压、油压按摩，然后还有底雕嘛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有花花草草，感觉很漂亮。油压，来体验一下好不好？让你油压一下。好，还是要跟你说，就是希望你生日快乐。那因为在这个七夕啊，加上你的生日嘛，那今天可以有这些预算啊。当然是要感谢我们的干爹啊，要感谢感谢我们的一念逍遥。那我们赶快上一念逍遥，因为我们的七夕活动是在8月3号到8月9号。那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它是一款有水墨画风的修仙放置游戏。那你在游戏当中呢，是饰演一位寻仙问道的人魔后裔。那你透过修行，想办法摆脱身体的枷锁，你就可以成仙了。哦。现在有七夕限时活动火热进行中，将展开烟火市集的主题活动，8月3号到8月9号，赶快上去输入我的专属密令“酷炫好帅帅”，就会让你得到一个虚宝礼包。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全新的涅槃渡劫境界，全新开启，可以让你转世重开，体验不同的人生，体验不同的游戏角色，跟他的那个游历的状况。好，那大家记得去下载一念逍遥啦！感谢我们的干爹自录，感谢干爹，所以待会就要带你去按摩。好，哎，你的弟弟你太疯狂了吧？好可爱哦，你几岁了？国二。太棒了，我又可以伤害小朋友了。这也太适合拍照了。疏通乳腺，男生可以去考证照吗？应该不太，应该不行。就是我想要当疏通乳腺的那个人。真的没，没办法。你看他这价钱是不便宜的哦，那这是高级的。对的，我当然好。5600啊，体验价2680，这很厉害。这个位置是贵妇才会来的地方，你很会找按摩的地方，你做对了。这边很适合拍照。对。你站嘞。对呀，我现在在这边脱光光。雅倩都在这边保养，大家都知道这间效果怎么样。其实雅倩才是最厉害的柜子。5000多的按摩，没跟你开玩笑。比较喜欢的味道，做挑选这样子。对。柔柔对香味是很敏感，所以我身上如果别人的味道，他都会闻得出来，所以我都会放一套衣服在后车厢。龙蛇阵的时候也会换成这样？什么飘记哦？不是啊，在讲什么龙蛇阵？什么色情按摩？雅倩，你今天不是雅倩，因为你没有雅倩。我在说什么？雅倩表现得很棒，他们推得非常舒服，很厉害。推荐大家可以有空来这边，带另一半来这边，我觉得很值得享受一下贵妇的私密行程。因为我看网络上介绍的人不多，
这按摩店很推，这边男生不能来，来要带女生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。对啊，这是一个约会行程，就是我想来这，但是我一定要再带一个，不然我不能去按摩。这甜点也太高级了吧！我必须说，真的非常非常舒服。这家按摩店应该真的时长很多人还不知道，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，太厉害了，超赞。然后再来是他们洗澡跟沐浴的环境，如果你是喜欢灵修或是喜欢大自然冥想的人，这里的氛围跟调性你会很喜欢，因为就花花草草，女生很爱，因为你知道镜头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呈现出那个感觉。嗯，生日快乐啊！我拍这样已经很浪漫、很有心的了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宝宝，等一下。干嘛？我要给你你的礼物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情人节啊，七夕要到了，然后我就7月14号跟8月4号的一起送。因为我逛街逛一逛，看到觉得很适合你。好恶心、啊！我互送礼物。我们村民都知道怎么骂你，好恶心哦、喔。是什么 ？Fendi 哦，我来看啊。不要看价钱。这是账单，蛮贵的。你花这个钱的时候，我觉得心痛一下。完全没有，我直接进柜，然后我超帅，我就看一下，就说我要戒指，然后付钱走人。我猜应该是戒指。我都讲出来了，好呀，我自己讲出来了。你怎么说六嘴？对呀，我好笨哦。他怎么那么好套话？年轻人终究是年轻。那你猜到是哪一个吗？啊，哦。是不是有两个 F 的那个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这个有中哎、欸。那时候戴就觉得你戴这个很好看。有没有这质感，超像把打火机挂在手指上。怎么啦 ？Fendi 的戒指获得，谢谢你，这个很不错哎、欸。你看，我还偷偷跑去买。不错、欸，很用心哎、欸。谢谢你，好开心。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，我没办法。但是我的开心是在心里的啦，只是没有表现出来。反正你喜欢就好了。喜欢啊，谢谢你哦，很棒礼物。礼物不一定要送啊，心意就好，能力范围内。不送礼物也很开心。今天去吃猪脚饭。对啊，很开心，很好吃。啊，那是因为有干爹赞助，所以今天过得奢侈一点。好，那就这样。谢谢干爹。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们很多眼镜现在全部卖完，然后如果你们要买的话，等到可能年底或者在一两个月之后。那有部分的买家如果买完他没有取货退回来的话，大家可以不定时上官网找一下。然后包括香水也是因为第一代我直接1000组直接卖完，所以我应该就是之后会调香做出第二代。那第一代如果没有买到的话，就等第二代的香水。然后就这样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修得道心圆满，终会涅槃成仙。